口干、口苦、爱生气、肚子胀、不消化的家人们，老师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：一敲、二揉、疏通三焦，赶走以上的烦恼。一敲就是敲我们的膻中穴，膻中穴在人体两个乳头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将四指并拢，然后大拇指向上，有节奏的来去敲打我们的膻中穴，每天敲打3到5分钟。二揉就是揉我们的神阙，也就是肚脐眼，我们将双手搓热，按至肚脐的位置，顺时针七七揉49下，然后再逆时针七七揉49下，每天饭后半小时来去揉我们的肚脐。以上两个动作您记住了吗？大家不要着急划走，点赞收藏分享给你最重要的人，请关注何一老师，不活99，我们谁也不许走。